路边的水果摊儿，哇，五颜六色呀。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网友们好，亲人们好，我是印尼小松啊，刚下班啊，吃完晚饭，路边这个水果摊啊真热闹，我们来看一看啊，印尼的水果怎么样，价钱现在怎么样 ？Let's go。这个就是蛇皮果啊，蛇皮果很便宜 ，boss， 那么大价，啥都 kilo 不吧？蛇皮萝卜，哇，五块钱四。四块多钱一公斤啊，这真便宜，蛇皮果啊，两块多钱一斤。印尼牛油果，迪卡布鲁，啥子 kilo？ 啊，大概14多块钱一公斤，也就是七块多钱一斤。啊，这是牛油果啊，挺大的，你看，牛油果，这里边没有打开的，打开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啊，一般做沙拉呀。做果汁啊，都挺好喝的。不、哦，你那个啊，罗布鲁 ，OK， 这个是火龙果，印尼的火龙果呢，里边都是红的啊。马尼迪的对吧？你马尼斯呀？马尼斯。这个是10块钱一公斤左右啊，9块多钱一公斤。要得不利，给你包过去。都把哪个？啥都哪个？印尼包谷斯。印尼包谷斯。下面那个包谷斯。不，印尼。啊，印尼。印尼，我的宝龙。你不是宝龙。哦呀，怎么样？羊红，满了的呀。白了，什么白了呀？下面白了，白了是。OK。印尼包谷斯，慢点。印尼是比较老兵。走吧。包谷斯出去。小松买两个给孩子们尝一尝啊，这个印尼的火龙果呢，挺好吃的，里边都是红色的啊。OK， 那他不离羊格酒，就把狼松不干，就把。也慢点，讲，羊格酒。印尼木啥呀？啥都5马里布。他比马西巴古斯。巴古斯，不干净了。哦，印尼讲啊，印尼就是他的，他的多了。羊米呢？羊米呢？讲啊了。一袋那挑一个红的啊，他说这个红的 OK， 改天你就把给我，就把狼叔不干，他 把妈干，你给他几个啊，开一下啊，看里边，给大家看一下里边是什么样的。哇，你看这三道刚被他妈干呀，你看这三道你看就把妈来是灯啊呀，灯啊，哇，你看咱们打开啊，你看红红的，尝尝味道怎么样啊？是吧？大哥，你看，是吧？离下三下地灯啊，让人家老板帮我拍啊！你看，还挺甜的。大手全是这颜色，非常棒，这一个2块多钱，慢慢去，来吧，继续让人给套掉。OK， 小东该掏钱了。这个一共才花了，这些偷偷玩吧，几个布鲁，几个布鲁玩吧，几个布鲁读啊。一共才花了十五块钱，哎，16块钱。哇，你看，哇。谢谢啊，人家还给两个蛇皮果，你看多好，你看还给俩饶俩蛇皮果，
哇，马卡西斯卡利，哇，阿达格纳达迪里哈兹布迪奥朗苏萨，马卡，苏萨，迪哈利布隆马卡，不给多，卡西安 ，OK， 找钱。68 Yeah, thank you 啊 Yeah, thank you 比你比较不算了 Oh yeah, yeah, yeah 放心啊 Yeah, 放心你看礼尚往来啊咱们那个一块钱咱也不要了这边是橘子苹果哇龙贡果 Yeah 哎呦 Yeah 不算了 Yeah 啥都给了班吧 Yeah 给了25 Yeah 给了25 Yeah 给了85哦你看这蚂蚁 Yeah 这蚂蚁坐在这儿 Yeah 这是龙贡果啊 Yeah我们在不累啥都去了呀呀呀不累我的反斗比例啊那边先比例你啊你就得了哎你妈你妈干的比例一下还一下啊呀哇这很大啊你啊龙共国你啊行老婆吧啥都去了呀呀你看高高的小 一公斤12块钱左右小张这小张啊车上大飞鸭子 ，Yeah Yeah， 鸭子，哪里？白鸟车上 ，Yeah， 第几里？第三里？第几里？乌拉嘛，第三里第几的？乌拉，幺的啊？乌拉，乌鲁。哦耶耶耶耶耶，卢巴 ，Sorry。甘巴利，乌拉乌鲁 ，Yeah， 甘巴利迪加布鲁。哇，这是龙贡果啊，很大，这很大这个。迪加布鲁 ，Yeah， Thank you。你好，塞拉路。你好，马拉什。哇，这把他做呀？呀，对呀，对。你打了吗？呀，那边是哪个？这把。呀。这打开看一看啊，你看它里边是这样的。你看。小龙不行，爸爸。对。小龙不行，爸爸路。啊？小龙不行，爸爸。哦耶！滴答答，今天是三大滴答。Yeah. 你看，晶莹剔透，对，晶莹剔透。你看啊，嗯，它里边有一个籽儿啊，这个籽儿是苦的。哇，啊，是不是这个的？ Yeah, okay. 嗯。Crush. Yeah. 不对，不对，不对。这个还不是特别熟 yeah, 要熟的话特别甜啊 yeah, 有的里边没有籽儿有的里边有籽儿、yeah, 小东爱吃酸酸甜甜的没事咱们家有一株嗯龙贡果这边叫卢固你的蚂蚁说明它有甜度啊这确实很好而且去火啊苏伦巴纳斯 OK thank you 可以先买先买哇山竹现在特别便宜啊山竹5块钱一公斤山竹特别便宜哦这边也是龙果龙贡果蛇皮果橘子行哇蓝牡丹红毛丹啊现在已经有点啊，Yes， 有一点点过季节了。我去马尼斯呀。马尼斯。马尼斯。玩吧。25呢？有。yang 20 ada variasi。ya udah lah， 当地来啊。ini udah beli banyak。哇 ，Thank you。Takashimura。Yeah。Takashimura。berapa？ 15.000 aja。要的 siap。yang mana？ 要15。哦，要的 siap， 没了。15 ini manis merah tapi kecil banget ya iya manis segar ya udah siap ya 15 ya iya wah ini besar ya asam oh betul yang merah good ok 7.5 15 OK 啊，那你感谢意志力，走吧。走吧，走。比上。哇，人家给一个尝一尝。啊。走吧呀。哇，这么多啊。In Japan apa in China？ 不到位。
maksudnya. Tahu nih. Ya,你看，这真棒啊，这个大，走吧呀。哎呦，现在已经是过了这个季节了，狼红毛丹的季节了。你看。Pakai cincinnya juga punya ini Habib Bahar, Tawi. Manis.甜，这边美女啊，要买水果。OK， Thank you 啊，马西，马西，没有，感谢人家啊，哇，买了很多水果，回家给孩子、给老婆尝一尝，牛油果，哟。香蕉，你看都挂着卖。这大芒果品种不一样啊。哇，橘子，还有李子呀，给你买上了呀。马布里布，这一盒20，这一小盒里边有大概有就十来个，十个左右，很小啊。哇，这个李子难见到啊。毛丹，哇！哇，不离地心力，这个走。我刚才碰到这个美女。好了，买了这么多啊！你看这个水果摊儿挺热闹啊，下了班的人，哎，或者是吃完晚饭的人，买点水果回家尝一尝，对吧？挺好。印尼的生活就这样哈，热带水果比较多。你看这大芒果，没有见过吧？给你芒果吧呀。Brazil。Brazil， 哦，巴西的芒果 ，import 呀。对 ，local。local， 哦，这是本地种的巴西的那种品种。啥都 kilo 八八一斤。Ambarudiga。20块钱，21块钱一公斤。这个大的。OK， 放心。这边梨就是咱国内的，这边还有杨桃，杨桃。好了，那小松就买了点水果啊，回去咱们给老婆孩子们吃了。OK， 印尼小松在印尼的路边水果店啊，水果摊，欢迎大家收看和点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记得关注。哇，路边水果摊。水果多。